不会吃啥辣椒？做啥领呗？还有啥？烧鸭是啥啦？烧就鲍鱼啊。搿鲍鱼领呗好，烧鸭领呗好了，好像烧鸭领呗好眼。领呗工资没伊拉。有得阿子领呗勿啦？啊，伊拉烧鸭工资好拿到一万多块嘞。伊把侬多带个人去。你跟男主，俺跟侬。伊把侬多带个人去。你跟男主，俺跟侬做样子。我一眼也勿懂个啦，伊拨我一本文。啊，回去。口语对付你啊！不是，根本就踢到等外地啦！我想想，一个厂子开不上，最多半年吧。啥地方呢？不晓得。安吉。安吉啊？安吉在哪里啊？我咬你了！我咬人了！哎呀呀，跑了！小样的，跑挺快的啊！抓回来了。看我身手不凡吧，反应也挺快的吧，练出来了，哼哼。妞妞又困觉了，阳台高头。还吃啊？今天怎么那么活跃呢？多动症犯了，这个家伙以后长大肯定蛮凶的，攻击性挺强的，我估计他。他体味很小的，我想正当量行动不想吃，正要吃完起来。那边有啥好吃的夜宵啊？啥大排档啥物事有吧？有啊。跟侬几时回去啊？我再过半钟头。跟我送侬回去好了，到那边吃顿夜宵，我再我家开车子回来好了。是吧？我跟送侬回去好了。走浦啊，侬不是会走浦啊？对啊，我当侬会走浦嘞。我想侬介早回去啦。我当侬跟侬讲那个回来两百块，我当侬现在回去了哟。我想侬跟侬刚出来要回去了。我以为侬吃的地方是走浦嘞。我当侬会走浦呀，我随我问侬呀。我想侬讲，侬不讲刚出来吗？什么？哦，我想侬出来刚出来就要回去了啦。自己举起来喝啊，聪明！水洒掉了，洒在下面了。哎呦，这奶没嘴没装好，漏了，脸漏了，没装好是吧？这里，好，你别喝了，喝那么多，困了保存食品，好的。那三宝他那么皮吗？三宝比他乖多了，三宝不会像他乱窜了，到处乱窜两条。他会的，所以得管他，知道吧？从小得管他，不能让他养成这种习惯，到处就是想怎么玩怎么玩，跟女友一样的。那三宝比他乖呀、啊。好的，保存视频。好的，现在几点钟了？